우리에게 돈! 雷克萨是不是有危险、啊？这其实我看起来好像不错。这家油饭看起来减肥要输了，不会啦。哎，怎么每次都是两个秘法之流啊？他是想骗我，一直丢秘法之流，然后赶快输一输啊？我觉得打猎人是不是不能一直丢秘法之流？还是可以。幸运币秘法之流舒服舒服，他手上全部都秘法，是要玩个雕啊？有没有什么火焰什么的、啊？是不是要直接解啊？还是可以不用屌他、啊？冲刺，反正我也没生物嘛，我也不怕他冲刺。继续降，降到爽。火焰跟冰霜。Zero， 完工了啊！为什么这么快就可以洗澡？看我现在，我现在汗好臭哦！死亡之身进入休眠，在五个友方手下死亡后唤醒他，老鼠王。老鼠，喂，搞我应该先打一费的哦，哎，我忘记了。我现在缺冰冻嘛，我现在缺火焰，所以拿这张好了。然后，他有什么陷阱是会搞到我法术吗？感觉好像没有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动画跑快点！干！最好又是他妈的，最好又是他妈冲锋啦！干！也是秘法，先抽两张。他怎么每一张都是秘法盖？哎，火焰来了，任务解完，嘿，又要赢喽！呜呜呜呜呜呜，又要赢喽，宝贝！怎么没有那个实验伙伴？放歌咯，哎，老鼠王，你慢慢抽，嘿嘿嘿，哈哈，多么寂寞！他这个剩几只啊？这怎么看剩几只？下面有血哦，三个，左边，左边舒服，左边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不会吧！这怎么都晒？哎，不会吧！
哎，解场，嘿嘿，解场喽 ，SB， 嘿，你慢慢解。哎，这样怎么羞辱他比较好？先把他扫光怎么样？扫光，然后开始羞辱他，好像不错哦。开始过牌喽！射精射在脸上，嘿 ，shoot in face， 射在脸上。嗯，嘿嘿嘿嘿，呜，没东西可以射了，操！哎，没东西可以射啦，妈的！哎，等等等，我忘了这张可以进去了。不会吧？我这还有输的可能吗？SIU 乳 SIU 乳，哎，不会吧，疲倦到死，没那么衰吧？嘿，舒服 SIU 乳，射到你头昏，就，爽啊！虐菜就是爽，好啊！这些人怎么都那么菜呀、啊？哎，打这些白痴真是毫无压力呀、啊！嘿嘿，这主播好无耻！啊，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，是不是？看完就走。鼻涕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。我靠，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就走，按个赞都不会。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？点赞数七拍，国外很多都点赞，那你这类型的都点赞，都机器人哦。